哎、欸，搞一他们在装好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等等啊、哦！你还搞一只呢？再搞，再搞一只。钓鱼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小金鱼，小金鱼啊！小金鱼啊！对啊，我打倒一只头，我也洗澡了我。咦？那你看到分数吗？对了，我刚刚去看他的，按照我们换的装的话，下次可能是那个手脚头一切都要17000耶。17000啊，85的是13000啊，手脚头啊。光滑的歌德好傻。哎，太好急了吧！现在好像挂机以后再也就不好，再也好像以为没有要打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知道啊，我已经在打塔啦，我已经打过一次变水晶变色啦。对啊，人家不打，那就赶快打。天堂也是这样，低调都是死样子。等一下应该会有拍照吧。哎呀，刚刚在打扭曲，我想说你们应该是趁这个时候在打的。反正潘晓晚一点进来是早晚的事啦，可是前提是，全世界都要先打完领地啦，然后才开始来洗吧。我觉得没差、欸。牙膏，牙膏，你为什么不开明明呢？分数要买什么？不明明。战场分数买什么？你们可以买一个战场的衣服，然后去喂精灵。第三阶段，精灵的那个高阶技能啊，那个可以用战场的衣服喂。你可以买最低等的战装喂精灵。我无畏都喂他们85等的吃。你会不会看啊？搞不好分数都一样。喂85的好像也是8001000吧，还是800，我忘记了，太久之前了。因为就在冲那个冲装啊，加酒啊，然后没有加酒就喂精灵。精灵是啊，只占三而已。那你去换85的分数很多嘞。我分数是很多的。哎，无畏为什么精灵可以吃？精灵本来就可以吃装备，精灵连黄龙都要吃哎、欸，可以的。技能啦，精灵技能，他没有去学精灵战。绝对可以。打五位不划算啊！我一台万五百的，不划算，我3500一个点而已。很多了。你分数少所以才会不划算啊，那我这分数多到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很划算。出来了吗？还没啊，这场打很久，甚至15发，反正很剩。还几分？靠！变鬼王也跳掉了啊，他原本在我这场，后来不见了。你们的问题啊？6分啊！你们先打、啊。不行啊！要洗分就洗。蓝摸也来了。蓝摸。是蓝还是蓝摸啊？我姐不在。我是变蓝克。太好了，你姐电脑不是还没修好？他去干嘛？有。